当您拿到全新的 Phantom 4 Pro 的时候，需要对飞行器进行激活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激活：首先，开启遥控器，再开启飞行器，使用 USB 数据线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，请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连接网络。点击 DJI GO 4，会弹出激活页面。首次连接飞行器，需要对硬件模块进行激活。激活后，您将拥有一年的保修服务。点击后一项，为您的飞行器起名字。点击下一步，设置您的遥感模式。如需自定义，可激活后进入遥控模式，默认遥感模式为美国手。点击下一步，设置您的参数单位及视频制式，选择合适的参数作为您的拍摄参数。点击下一步，进入新手模式设置。为了您的飞行安全，出厂默认设置为新手模式，无 GPS 信号，不准起飞，并限制飞行高度和飞行半径，限高及限远均为30米。左右 3D TOF 红外感知避障在新手模式下会开启。点击下一步，确认您的激活账号。请注意，激活账号不可更换，飞行器的信息将与您的账号绑定，作为维修及售后服务的依据，同时可以接收到官方推送的最新消息。点击激活，激活成功，建议您观看新手必看里的安全飞行教学视频，以减少新手因失误操作造成意外事故。感谢您的观看。